有进步的张文琪却让队员好害怕。Reward 三个字，中文叫 Dragon。Dragon 刺激刺激。一百，你要量力而为哦。是，你不要他一直讲，你一直翻译，不用。好，好不好？你就记下来。你一翻译呢，我们就怕。